厨房啦，赶快来欢迎林可彤。手牵手好像是节目的惯例、真的、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都一定要跟人家手牵手，真的是。你好，新的朋友可彤来过吗？对，来过。然后新的朋友是啊，贾后北。贾后北辛苦哦。贾后北，加贺美智子，智久。请问加贺美这么多字，是加贺美是姓啊？姓，对，三个字。你叫智久，对。所以你来台湾很久了吗？15年了。15年的哦，国语讲的真的不错。对，那你知道我们今天来是要做菜吗？我知道。是。我喜欢做菜。做什么菜？我喜欢。你平常在家都做什么菜？日本料理。日本料理。意大利菜。意大利菜。可是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是做傣菜。那就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就做游乐器歌。是不是？是。所以可彤不用讲，可彤他来过，所以他会做菜。我会做菜，但是我更会吃他的菜。因为那个加贺美做菜好好吃哦。哎呦，我们节目是不聊八卦的。但是重点是，为什么两位交情可以如此的好？是因为他帅吗？那当然啦，又帅又会做菜，谁不跟他好？哎，可是有一个帅哥坐在你的面前，你还吃得下吗？你就只看他不就好了吗？就吃饱啦。是，好像不会。如果他做的菜很好吃的话，就一边看他一边吃，就是双重享受，会觉得更好。真的，待会啊，观众就有眼福。真的，我们就是要一边看他做菜，然后一边吃那道菜，是不是？是。所以我们赶快来进行，帅也能当饭吃。一定要做照烧鸡。照烧鸡，照烧鸡，不过就是日本菜的。是啊，哎，我还是要做日本菜。还是要做日本菜，可是你用的调味料应该都是我们台湾的。是，那会有什么不同吗？就可能酱油的味道，就是可能有一点不一样。哦，酱油的味道比较甜一点点的。是，好，你现在可以开始做了。啊，鸡肉这个是腿部哦，对，鸡腿肉，去骨的大腿肉，对，然后就是搓，这修背包，为什么要这样搓？因为这样做的话就是比较容易熟，然后就是这样子也对会入味。其实还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说这样子鸡肉比较不会收缩啊，对。想到这个，你们真的可以说，因为基本上专业的人都知道是这个样子做。对。等一下在酱汁的方面，我想我们也可以说，对。你也可以说，确定。你要躲在我后面干嘛？没有，只是说。你一直躲在我后面呢。我定位变小。然后嘞，有开始。是，我们开始。对。好，把火打开。加油吗？会要。可是我要用中火。中火。再小一点点。再小一点。OK。差不多了。好。好，油在这边。好，谢谢。所以，其实我喜欢料理，可是不是很专业，所以就是很随性。但你喜欢做日式料理呢，还是意大利的？日式就是从小吃的，所以比较有印象。对。做的比较有安全感啦，因为基本上都会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放进去，然后装只是带笔的来面，皮先下。你看这样多好看啊，而且感觉好像火也不用很油，不用很热，不用放了。对对，先放，然后慢慢烤嘛，对不对？慢慢是。好，那我要好是寿司，对，寿司哦，对。其实照烧的话，其实就是那个寿司是最重要的嘛，对不对？是，加什么？好，我先。我觉得你们待会应该要尝尝看，就是他用台湾的这些佐料，然后来调这些东西，跟你们想的味道有没有像？对，它都有一个比例在哦，两汤匙。20公克是，其实现在啊，在超市它都有卖那种日本酱油啊，对，也是可以用那种日本酱油，对，它大部分都是米酒、米酒、
酒一大匙，两大匙，两大匙，对对，嗯，但是米酒就是台湾的米酒，它日本用清酒，用清酒，用清酒好吗？比例，这是比例吗？对，比例，比例，比例，一大匙。两汤匙是两汤匙，哎，很好记耶，都是两汤匙，比例都一样。然后觉得蜂蜜，蜂蜜，蜂蜜，里面是用蜂蜜，就是做甜味。哦，不用，也是一汤匙，是只有一汤匙而已，不用两汤匙。对，是。所以原则上它不加糖，不加糖。对。然后就是水，水，水。好，一杯，一杯，一杯。搅拌搅拌，然后就搅拌。对，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日式的料理，其实你说好做吗？它还真是不好做哎。对，它要做到有点清淡的那种味道，然后又入味。对，好，日式的东西很容易要入味啦。对对，可是日式的料理当中，它很讲究它的比例。对，很讲究它的比例，一定要一定要。是，他今天用的这个比例很好，很好记的。对，2221，好好闻哦。现在这边都有闻到酒的味道，就是盘面。哇，这可以放进去了，这样子就下去了吗？了，是。你在家常做这道菜哦？就是算简单啊，方便的，方便，方便的，而且这可以做，学起来做便当哎，对呀，对，拿盖起来，盖起来，它要把它的汤汁，所有汤汁都浓缩在那个水里面吗？嗯，对呀。它其实这个就好像类似我们台湾在烧红烧肉一样，把那个汁把它浓缩起来，浓缩的。这是葱，葱。等一下，这是要用装饰，装饰而已。对，还有小心哦，小心，慢慢。而且今天汤姆还自己带他的刀来，这把刀，对啊，真的吗？对，所以你对刀很挑是不是？也没有，刚好这是朋友送的生日礼物，生日礼物。有啦，这个会做菜，会做，真的。先剖开再切丝。对啊，如果我就不知道，这肯定是拍一拍就切了。哎，其实真的男生哦，不管是怎样，他只要会做菜，会切葱啊、蒜这些条，我都觉得你也很帅。没有啊，真的真的，我们是实在的，帅要讲他们，真的，实在跟帅是可以。客气了，真的真的。帅是可能二十几年的事情。你说二十几年前吗？要用水泡它哦。都是蛮瘦的。哦，一点点就好了。冰块，对对，冰块。冰块会最好。对，可是冰块还好，水水。因为你如果要配一点点的话，至少它是清脆的。嗯。好，还有这个是高丽菜。高丽菜，最后就是白板的时候。白板，嗯，是一定要的。一定要的。好，基本垫，而且这只能用外面，里面不能用。就是细细的，细细的。那它很棒的就是把它泡水，对，因为泡水的话，它的辣度会减轻，反而会变成甜。那排上去的话，所以这一道菜就加分。是，对对。原来有这个小秘密，就是日本人聪明的地方。嗯，细心。他们情愿放弃什么，然后舍最好的那个，我觉得有舍有得。所以在做日本菜的时候，绝对不能急，慢慢来，慢慢。对对对对，可以慢慢做。我们还有三个小时。不会，它烧得很快，它烧得很快，对对，差不多可以反面。因为日本人来我们好，又在外面来我们节目，我们都要跟他讲，你慢慢煮没有关系，对对。其他真的就很像卤鸡腿的感觉，对，照烧，对，照烧。它就是用一个炖煮的方式，酱油，对，米酒，对，味力，然后还有蜂蜜，对对，都是2222，只有到蜂蜜的时候，我们只要一汤匙就好了。哎，真的在家里面可以自己这样做，哎，对对，哦。然后它的刚才加的一杯水是250公克，是，还要加我们一碗的水就可以了，倒一碗的水，这个加糖的口感就又不一样了。嗯，蜂蜜比较可以让它稠，对不对？嗯，比较香的，比较香香。是，它吃起来的甜分比较不会腻。对，对，它要带有一点，对对，带一点蜂蜜香。对。哇，香啊！放后面，谢谢。所以你这个汤汁要让它慢慢收，收慢慢收，再大一点，大一点，让它慢慢收。
他这个动作很棒，他收汁的时候他就不能盖盖子。收汁的时候不能盖盖子。对，那慢慢的能讲。是谁教你做菜的？在家里。妈妈学。跟妈妈学。啊，你们也跟我们一样，妈妈在做菜，我们都在旁边看，偷吃顺便学。所以一直都在旁边。是，所以有常常回日本吗？那最近一年一次。哦，一年一次。你在日本哪里？山梨县富士山那边。哇。比较乡下，好多苹果，对，好棒哦！这道应该是很快的料理吧，所以才会其实很多人在做，就是日本人基本上的一个饭，他们都有照烧，照烧鸡啊，可以照烧鸡冻饭吃，哇，还要加个蛋哦，好好吃啊！然后就是可以加一些豆瓣酱，豆瓣酱，对。啊，真的吗？就会有就是台味，台味的味道。那我们今天吃的比较日本的味道，日本的味道，聪明，是牛宁。哇，颜色好漂亮哦！上色，它会越来越上色，对，颜色越亮。所以这道菜其实也是秋港菜哈，慢动出烧酱汁那一个，对，要慢慢收，慢慢收，慢慢收。可是它就烧到最后，它的酱香味会直接跟菜融合在一起。是因为我们刚刚在用肉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搓，这个步骤很重要。对，现在开始在收酱汁了。对，现在在家自己要做这道菜的妈妈们哦，真的要记得要。你要做之前，要先把肉这个动作，生肉这样子把它搓一搓，比较好入味。看起来好好吃，真的越来越棒。对，而且它收得很快，收到肉里面去。哦，你闻到那甜甜的蜂蜜味。哦，有了，好香哦，焦香味出来了。好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啦。就是在烧这个照烧的时候加上蜂蜜啊，它的颜色会很快就爬上去了，对，均匀，对，均匀的亮，哇，太厉害了，哇，好漂亮哦，香。但如果我们要看说这个肉有没有熟，先用筷子搓一下就好了吗？这不用搓，这一定熟，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哦，这个过程真的很厉害，很棒啊，很棒啊，哇。变泰国话，很当啊，很当啊，我看，漂亮漂亮，哇，我的肌肉，你看那个肉的那个颜色非常好，对，其实他还蛮会做菜的，因为他在压肉的时候我没有感觉他非常细心，对，还是他忍痛。没有，帅的程度不一样哦，真的就是不一样，真的。你都会，你都表现出来，他不会表现出来，不会表现的。好，那以后不要表现，就是说我帅。你想多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个高丽菜，我们要泡水过吗？有洗过，就是口感比较脆。哦，还是一样可以泡一个冰块之类的，对，口感比较脆。脆，哇。看肉的嫩肉量，颜色真美。对，所以它没有煎过的话，鸡肉是嫩的。对，好烫，你看好漂亮。你可以开店了呢。真的，真的。哎，怎么变？这是哪里的话？对嘛？我说你讲一讲日本话就变成泰国话了。哇！你中文都明白。对，像越南。对。越南变泰国话。对。那个不要了。那个一起可以下去了，可以下去没问题。没有关系，我们什么都吃。我们都要吃，对。漂亮，还要漂亮。漂亮啊！日本人真的就这样子，他们就一定要要求。那这个一点点精致就好。还有七味粉，这是什么？对，胡椒粉。胡椒粉。来点点。日本不加这个吧？日本也有，也有。应该加什么七味粉那个？是啊，对，长心子。哦。七味粉。还有的，还有的。家乡的，家乡的，就是好棒哦！真的不一样哎，它的颗粒比较不一样哦，真的不一样哦，霓虹的，霓虹，太好了！来，请跟观众说这叫什么菜名？照烧鸡。真的。
的就是不一样。对，有没有闻那个味道？好，来，来，谢谢。需要一点，日本带来的，一点一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谢谢。哇，好香哦！哎，这个酱用药学，真的跟我们平常吃的酱汁是不一样，台式的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对，台式的会比较甜。哦，我们到日本吃的话，真的更甜。对，因为它是用日本的酱油，所以你现在用台湾的酱油做，它有不一样的豆香味。而且加那七味粉，提一点辣的味道出来，好好吃哦。有一种烧烧焦焦不知道什么的味道，我想吃大块一点哦。肉是嫩，还是你不想吃吗？没，我小时候给我吃嘞。跟我想象的照烧不一样，照烧应该汤汁很多，然后都很甜，很甜都没有。那一般在台湾还让我吃得到咸味，真的恭喜你来这边15年没有错，在台湾是对的。肉非常嫩，真的。对，鸡肉也很嫩，真的。那你知道我们今天呢？你如果我们三位评审过关的话，你可以把我们精美的料理刀给带回家。真的吗？这对你来说是不是有帮助？有，因为你会做菜的人就很喜欢有刀，就是会藏，就是收藏那个刀工具。对，所以你会不会很想要呢？很想要。我也可以要吗？过关的话，那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道菜，推荐给我们一下吗？我就是从小长大就是一直吃，是妈妈煮的。好，不要哭。回忆的味道。妈妈的回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人家今天吃这道菜，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就直接把刀子拿出来吧。好吧，那我们知道了。我们知道了。回忆。我们一人吃，我们就这样回忆。你妈妈。你可以把这个刀带回去，因为你妈妈。要去干嘛了？1、2、3，请亮牌。做这道菜几分？80，还是有在进步的空间。所以真的是，你知道，你看啊，Tom他就已经做成80分了。妈妈，你在家里面做，我想你应该可以做到90分或100分，给小朋友吃。对呀，然后又营养又还蛮不油腻，刚刚好。是，对，你们表演完了之后，现在就看看二位的表演了。赶快来进行我们的香蕉芭乐 PK 赛。